我挺喜欢他的，但是没有见过。怎么会喜欢他？就感觉他帅帅的。对，帅帅的又儒雅，然后又有文采。是啊，现在两岸和平的使者。他是两岸和平使者。我觉得应该是。那你会就是怎么称呼他？因为在台湾很多人会大家都称呼他为总统嘛。那就你来讲，你会怎么称呼他？这个称呼也可以接受呀。